佢正正就是違反了政治中立的原則，佢係一個做一個自己認為是政治正確的行動。政治中立是要兼容不同的價值、不同的聲音在同一個校園裏面都存在。我哋的運送過程是非常之和平，我哋不會跟保安人員發生任何的衝突，我哋是不會用暴力。我哋喺度呼籲校方當晚不要叫警方到場增援，或者係到場清場。呢個係我哋表示。